嗨，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耗子。首先呢，祝福我所有的粉丝们新年快乐！2020年，希望你们都能够实现自己所有的梦想。今天这期视频呢很特别，我们把昭和时期所有的奥特曼人间体给大家做一个盘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么我们也就闲话不多说了，直接开始吧。在这些奥特曼人间体中，你们感觉谁的变化最大呢？欢迎大家留言到评论区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你还想看到哪个奥特曼人间体现状呢？评论告诉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